为着这个小妹，你还较忍耐嘞，嘴巴好开，哎，忍着就过。这若真嘞，我真正出怀念之啊。无好多天无，即方面来伊了有技术有特别的啊。安尼啊，啊无安尼啦，我表演吼，迄个大吉他唱歌啦。大吉他唱歌嘛会晓。啊，迄个目睭甲蒙起来。蒙面弹吉他。你是讲蒙眼睛？嘿，蒙眼睛啊，不能看大字报。眼睛蒙起来就看大字报。就对啦，看大字报没？啊，当然嘛看袂到啊。哦，安尼有厉害哦。安尼有厉害。伊若表演得好，58你用啊搞袂哦。一句话，伊若是表演蒙眼弹吉他，58你的。啊，安尼啦吼，我唱一首吼，阿爸的坐门灯好不好？好，好。阿爸讲伊真思念台北的坐门灯。下下下下去看电影，少年热情青春美梦，五花十色的空气烧过烘，伊讲甲伊早无相像，雨水嘛无遮重，想起当初老热的坐门灯，各行各业真认真，谢谢你真正没看大字报呢，没那是实力派呢，后来等你决定58给我买啊，58哈，谢谢，来我来传，你若是蒙眼弹吉他我就要买你的，对啊，我跟你讲，你真的要抛下我去买他们的吗？我刚刚我就挂了话就说出来，不然这样不行呗，那你也没什么，你要表演一下才艺啊，你有啊，我们当然有啊，开玩笑啊，你才艺拍写真集你啊，不是这样，我也有一个表演，在别的节目都没有表演过，鸡排妹最独家的性感演出即将登场，进行密切期待，刘子清魅力无法挡，侯一军完全沦陷超疯狂，喂起床啊，晚辈啊，不行，可是你这个办法也太奇怪了，我也有才艺啊，你有啊，我们当然有啊，开玩笑，你才艺就拍写真集你啊，不是这样，我也有一个表演，在别的节目都没有表演过，为了你哦，你讲第一次表演变魔术了，欸，你真正会晓才通讲的，会晓，有变魔术，有我来去传。好，那要小看卖啊嘞。哦，变魔术呢？哦，你看那鸡翅头啊，叫，我这用红茶落去变嘿，这边哪变？喂啊，谁？哎，我给你倒三缸嘛。没变哈，来。好。啊，要变啥？你们来解释。对啊。解释一下。我要来，这个是神奇的。杯子，我们水倒进去啊，你看哦，我们通常，我们看我们这红茶倒到一般的杯子里面，嗯，然后我们这样子是不是一定会倒出来？没错，我要来变魔术，嗯，你要变，没变什么？这个我这红茶倒进这个神奇的杯子里哈，嗯，啊，水都不会倒出来，哦，水就不见了，好可怜啊，恭喜啊，嘛，你搞阮真哦，真的就不见了。嗯，欸，你倒这大杯，你说你倒不出来。没错，拢消失啦。消失？那有可能？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
真正嘞，没水了，对不？没去呀，怎么样？真的没嘞，那呢？安尼尔，哟，系啊，安尼尔，安尼。我话你也家去平杯好啦。我跟你讲，我是讲我最怕鬼了，你是不是要加我十杯一个？天哥，天哥，我是感觉嘛真有创意啊呢。对啊，都是最贱的呢。安尼讲啦，两边的表演拢未歹啦，我是唔知要安怎拣。是敬你的还是敬你的啊，都那么敬我呢，冇冇今冇冇今冇家有美女嘛，你嘛是美女，啊你有你有才艺，啊你嘛有才艺，对啊对啊，今冇拢公平吼，看多一间哦，看有啥物优惠，啊优惠哦，对啊，优惠，今冇表演拢看过啊嘛，给你大放赏，卖讲我这个人吼小气，当生无大方，嘿，我送你一项物件，啥物物件，卖你就好。你说工厂？我不讲，我老公讲。你讲看你送什么物件？哎，卖你家己提啦，哎，你若讲我去提就好啊。这项物件可能我知影藏在度呢，你叫我家己提。哦，算你转得快。你要送什么物件？贵宾会员卡。就是世俗公的 VIP。是的，每次就算你只有买一杯，还是对折给你。怕我的。一张卡拍五折，是，一杯五折，平你买一半，我送一半。我咧讲，我咧讲，你拍迄钱哪有送？因为买五十杯嘛才偌济尔，你就你就不买钱的啊。我咧讲，你买五十杯，嗯，阮只送你五十本伊的写真集。啊，你讲真笑，你一本写真集偌济钱啊？我一本五十杯，伊来要送五十本。我咧讲，伊咧一本，你本钱超了五千啦。哇，真正要跟咱拼了，对吧？你莫讲老高，你真正要跟我拼得着。未必哦，我会员卡已经抢了，你起码要去上写真集。好，我那仓库等我做诶。对啊。好，今日我心里歪走，要跟你拼一个输赢。你要上写真集对吧？心意敢那足够对吧？对啊。我跟你讲，我要把我真正上大诶心意摕出来给你看。心意要摕出。等下。VIP 卡已经提出来啊！表妹，你嘛出写真集啊？你知道可能提出什么物件啊？你又不可能出写真集啊？一项物件，你看嘞，你一定就爱，看嘞，你也欲罢不能，看嘞，你也把伊迄五十本的写真集都提单掉。好期待哦！什么物件啦？999纯金。这骗人的啦，这嘛巧克力，大家都嘛知影，过年时阵买一堆哈。这是金币呢，一条金币可能要买几啊千本哦。丢哦，拍死啦，这金币怎样？这金币金的，金的啊嘞。他的绝招该用，绝招用。好，嗯，谢谢了哈。纯粹要去包。来，搞个妹子，来，我有更特别、无价的，我比几个还好用的名言。黄金呢？这倒可怜，你比这更高了。无价的，我亲你一下。等等，我报告强调一公分。改新一个，新的无价。哦，你讲。无价。真正真歹遐厉害哦！哇，你真正足享受的呢吼！拜托，啊你嘛送一个，对我咱送爱遐侪。我跟你讲，好，我决定啊，点这边哦，啊，这边哦，对，这边啊，对，对啊，嗯，安尼啦，你嘛真有诚意，好，你嘛真有诚意，嗯，安尼啦。一人一半，一人一半，好，你二十五杯，啊，鸡排妹嘛二十五杯，来，这样，我今麦要调去高雄，高雄啊，你高雄，总经理哦，不可能，哪有可能啦？真的，今麦就要出来啦，
好，我出来等，我出来等，我在。好，我在。我升官啦！哎呦，荣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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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你假冒，假冒，卖客气啦！你都碰到我的福气安尼有影？哈哈哈！荣誉，荣誉，荣誉。啊，但是哦，我今麦，我今麦就要出发啦。我要，阮党会叫我等伊物件，款款的，款款的，哎呀，就要坐车就去啊。啊，我先问一下，我紧问。我要穿车穿。啊，穿好啦。歹势歹势，无时间啊。我唔是啊，你话讲遐啊，够真慢的啊，你唔是真笑的你。哎，我这个人我嘛了唔知，迄种人诶。不是，我想问清楚，你意思是讲，这五十八你拢买买啊？系因为我今麦就要等去啊，我咧赶等去物件就款款，我就要坐车。去高雄啊！嘿，阿姨，今嘛，啊，我的卡你嘛提起啊，光嘛唱啊，嘿，光嘛唱啊，金币你嘛提起，你意思就是买买啊？你卖紧张，我这老是安尼，我讲的到就做啦。好，我过去，我来落去高雄了，我物啊，厝拢处理好势了，可能差不多半年啦。啊，我搁等来买物件，买你的饮料啦。啊，阮这红甜就囥半年才等你来啊。那你先卖给别人嘛。哦，阿丽，我先来做啦。面对马里奥的无耻耍赖，大伙会如何惩治他呢？刘子谦内力无法挡，侯一军完全沦陷，超疯狂。喂，起床，起床啊！你晚辈啊，不行。可是你这个办法也太奇怪了吧？怎么会？不要被老女人教坏了。什么老女人？好呀，感觉好不好？感觉。你讲的不是你拢买买啊？系因为我今麦就要回去啊，我咧赶回去，物件就款款，我就要坐车去高雄啊。嘿，阿姨今麦，啊，我的卡你嘛提起啊，光嘛唱啊，嘿，光嘛唱啊，金币你嘛提起，你意思就是买买啊？你卖紧张，我这老是安尼，我讲的到就做啦。好，我过去，我来落去高雄了，我物啊，厝拢处理好势了，可能差不多半年啦。啊，我搁等来买物件，买你的饮料啦。啊，阮这红甜就囥半年才等你来啊。那你先卖给别人嘛。好，可能是无诈钱，要来遮白吃白吃，怪怪的，诈骗集团的怪人，怪人在那做个炮，真的，那金骨在用的来，破破产人家钱，哎，都假金币嘞，都假金币嘞，我去嘞，我去。人气歌手刘子谦来了，每次出现都造成话题的他，今天似乎邀请到一位久未露面的神秘嘉宾哦。哇，好久不见了，子谦好，子谦好，林林姐好，鱼大哥好，好久不见，真的好久不见。我今天是真的是特地来看子谦的，谢谢谢谢，好久不见，也好想念他，好久不见。林林姐，我问你哦，你跟刘家昌老师认识多久了？嗯，很久啦，几十年有了吧？有，你大概是子谦那么小，我们就的时候就认识了，对不对？他国小的时候我们就认识。于大哥你嘞？你刚刚说四十年有了，巧鬼变鬼，所以你下面巧鬼变鬼，巧鬼哦，超过哦，那这样好不好？歌王歌后，今天选一首歌来合唱，那我们就选刘家昌老师的歌，特别有感觉，可以吗，于大哥？可以啊，当然可以、啊。从小到大没有跟你合唱过。你是客人，我是主人啊，啊你要求什么我都可以。你点好了，选一首歌、这样子啦，因为听说网络上常常有人喜欢听这首歌，那你应该知道嘛，梅兰梅兰我爱你，哦，太好听了，哇，我想每天。